刚才是一个断球加一个上篮，篮下，哎呦，曾凡博，哇，我的天啊，你换一个外援后卫吗？对，小曾又一个封盖，这都是又篮下又一个，又一个三个，曾凡博连续三个封盖，遮天蔽日啊，这年轻人。我的天啊，哇，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，哇，这仨篮下盖的，这就是篮球比赛当中叫逆转局势啊，因为这种球全是你得分的球啊。让我想起一北京队的一个老臣啊，我知道你